老英雄回忆，赵信。老板赵信是一个非常简单无脑的英雄，在中低段位有着极强的统治力，深受广大玩家喜欢。老板赵信被动占个痛快，赵信的普攻和 E 技能会对目标发起挑战，减少目标 15% 的护甲，持续3秒。 Q 技能三重爪击，赵信接下来三次普攻能够对目标造成最多75点伤害，并且第三次攻击能够将敌人挑飞，每一击还能减少其他技能1秒 CD。 W 技能狂战怒吼，被动效果是赵信每两次攻击，第三次攻击就会恢复50加 0.7 法术加成的生命值。主动效果则是在7秒内赵信的攻速翻倍，持续5秒。 W 技能的回血效果使得 AP 赵信也盛行过一段时间，三下就能回上千血，让他成为了一个可以无兵线战斗防御塔的存在。 E 技能无畏冲锋，赵信冲向一个敌方单位，对目标及周围所有敌人造成230加 0.6 法术加成的魔法伤害，并减少目标 45% 的移速，持续2秒。大招新月横扫，赵信横扫附近的敌方单位，造成325加 1.0 AD 加成的物理伤害，在接下来6秒内增加25成命中敌方英雄数量的护甲和魔抗，并击退所有没被挑战的目标。赵信的巅峰时期应该是吞噬者存在的时代，吞噬者加老板轨道的赵信几乎不需任何人，常常可以做到1v5的壮举。那么大家觉得老板赵信强还是现在的赵信强呢？